年对于战神来讲，能够在新联盟当中打出什么样的成绩，打流畅度是很够的。哇，过掉了棒枪。现在的攻守节奏完全是被战神带着走。包括好，终于进了。这次的出手歪了，球直接弹出界。看看高国豪跟冠伦击掌完之后有没有加持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得到我外线投来的正传。先看一下他下一个三分线出手。高国豪这次出手很重要，果然就是要靠冠伦的手气。有人来旁边做单挡，被干扰了一下，掉到底线。 Kiwi 的出手拉高弧度，空前命中。我这不是说进攻没有问题，我要到另外一边差一点，但是自己拿到球再投，高国豪的得分。看高国豪怎么样来处理，选择直接投外线的啊，他出来没进，有进攻篮板球直接塞到篮筐里面去。再找高国豪，第一排被挡住，哇，一个转身想要戏耍对手，啊，这个好吃。面对钱可尼，工程师可以把分数咬上来，现在只差一分，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？哦，等一下，场边现在工程师要喊一个暂停了，卡住了，给到彭杰力气，球给国豪，力气弧顶位置来投三分，防守，地板传球，哎呦，小心小心小心。包括好底线的 catch and shoot 的机会，防守。板球这时候发生了失误，有机会让工程师打出一波快攻的机会。不冠军接到了高国豪的助攻，凤凰的处理球哈，在进行 roll in 以后的转换，克拉的出手。杨森把球给到高国豪这边，中距离的出手，高国豪。看一下刚刚这一波的进攻，最后中距离虽然没有强势要拉到三分线，但拿到分数就是逆转。防守，再把球给出去，那这边往里面再给一个小球，然后上来没进，但是阿木拿到篮板球，在下三步球被排掉，前面快攻的机会 ，Kiwi 轻松的上篮得分。经过单挡。好，最后穆伦斯来投这个三分球，歪了，没进球，高过好，三分球时间结束。